帮，就我们整团都来了。哎，我来帮你看一下，你怎么配料一下？他现在是吃凤梨的。凤梨的肯定就虾子要。嗯，对，不错不错。现在上网了。这个是叫他拍照铺上网。有的人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它有凤梨的香味。嗯，对，而且夏天。加冰。嗯。夏天还要加冰。这样变得有点像台湾。